我坐上最后一班电车，但不是回家的方向。看着窗外陌生的城市，听着手机里面的民谣，午夜的时候有人去吃饭，饭馆里坐满无家的灵魂，他们好像刚离开了地狱，他们也可能刚刚死去。有随手牵着手的恋人还徘徊在集市的门口，他们没有做爱的地方，只能互相拥抱着颤抖。那个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是否和我一样的忧伤？北京的夜那么的漫长，没有爱的人都睡不着。那个的时候的方向，看着窗外陌生的城市，听着手机里面的民谣，午夜的时候有人去吃饭，饭馆里坐满无家的灵魂，他们好像刚离开了地狱，他们也可能刚刚死去。有对手牵着手的恋人还徘徊在集市一门口，他们没有做